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翻嚟小弟嘅 vlog 啊。咁啊，唔知大家 like 咗、share 同埋 comment 咗上一条片未呢？未就快啲做啦。上回提要啊，咁小弟咧就第一次入到去红袜嘅主场 Fenway Park 睇波啊。咁主要就因为当日有利物浦嘅一个 promotion 啦，就送一条利物浦嘅颈巾。咁任务就达成咗啦。咁唔知场波打成点呢？咁而家就去睇一睇咯。在比赛初段，我都抱住好轻松的心情咁去睇啦，因为始终 Red Sox 喺前几场都赢咗啊。但眼见对手一个又一个 run， 喺第一节已经领先紧4-0啊，再喺第三节攞多一个 run， 领先到5-0啊。我就决定周围行下，放松下心情。点知就俾我见到。球迷好熱烈咁樣幫球隊打氣啊！呢個時候咧 ，Red Sox 攞到個 run， 追成5-1。因為球迷嘅熱情，令到我都興奮起嚟啦。而神奇嘅逆轉就喺第五節開始發生。在第五節開始的時候已經打出一個全壘打，是兩個 run， 追成5-3。這個時候全場的球迷都非常興奮，大家都覺得球隊是可以逆轉勝。接一個 double play， 形勢大好，還沒人 out。佢乘胜追击，再攞多个 run， 追成5-4啊！睇下左下角个小朋友几兴奋。喺呢一局嘅第四个 run 啊，追成5-5平手，全场嗨爆！之后就互无进账，但喺第八局嘅时候攞到关键嘅一个 run 啊，反超前6-5，系呢场比赛第一次领先。而家嚟到最后一局啦，对方有两位球员 out 咗，如果再一位出局咧，呢场比赛咧就完结啦。大家睇下个结果。大家都振臂高呼啊，庆祝 Red Sox 嘅胜利啊！呢场胜仗得来不易啊！除咗球队喺比赛中段防守同埋进攻都有所改善之外，我觉得球迷嘅支持都俾咗球队好大嘅强心针啊！赢埋呢场比赛之后 ，Red Sox 喺呢个 series 咧领先3-0，再赢一场咧。就可以横扫对手，攞到呢场 series 嘅胜利啦。比赛完结之后，好多人都急急脚走啦。咁但系我第一次嚟到，当然就留多阵影下相，同埋沉淀下。我好庆幸可以睇到呢场比赛啊！
当初是因为利物浦的一条颈巾来看这场比赛，但我得到的当然会比这条颈巾更加多。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共同的语言，无论你是什么肤色、什么年龄、什么背景，透过体育大家都可以连结在一起。我搬了来波士顿半年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没办法可以感受到这里的文化，直到今天入场我终于感受到了。如果你现在问我波士顿的文化是什么，精神是什么，我未必答到你，但我感觉到的就是我和波士顿的距离拉近了很多。虽然我好迟先离场，但其实大街上面仲有好多 fans 喺度庆祝啦，好多就喺酒吧门口排队等候 second round。这场比赛令到我感受好深，我觉得这场比赛除了一个运动之外，还是一个认识这里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观众席上面有一家大小，一起去为球队打气，支持本土的球队。无论球队在顺境逆境都会继续支持和打气，这件事令我非常感动。我都成为了半个 Red Sox 的球迷了，在比赛之后我相信我都会在荧幕上面继续支持 Red Sox， 继续跟进他们的动向，还有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再入来 Fenway Park 再看球。多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如果大家都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 Like、Share 和 Comment， 还有 Subscribe 吧，我们下条影片再见吧。